那我们是东京走的桥，我是包博，我是文恩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文青历史阿宅购物，一次满足的半日游。首先，我们先从青城白河开始吧。青城白河这边啊，是文青的代表，很多小店还有咖啡店。文青们可以在这边找一家自己喜欢、别具特色的咖啡店，坐下来喝杯咖啡哦。这里有日本首家的 Blue Bottle。还有东桥最爱带朋友去的 Iki Espresso Tokyo。 文青们最爱的当然就是拍照打卡啦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羽田川呢，也是一个很好拍照的地方。青城白河这里啊，比较没有像东京的大町一样都人挤人，反倒可以很轻松的在巷子里面走路散步。好，那我们青城白河已经逛完了，我们下一站要去水天宫。我们大概散步了15分钟左右，现在来到了水天宫。我们现在来到历史区域水天宫以及日本桥。那首先这边是水天宫，这边是专门求安产的地方。那我们看完水天宫之后，也到中餐的时候喽，吃饭吧。来到这么有历史文化的地方，我们当然要吃一个冲突的汉堡，这家是汉堡百名店的 Brothers。我点的是 Lot Burger， 它这有蛋啊，然后培根，然后 cheese， 还有就是肉片，真的超级无敌丰富的。它的那个 sweet chili sauce 还蛮好吃的，然后面包也有烤的蛮焦的，还不错。饱了，继续来逛逛历史的人心亭。这边的甘酒横町啊，还有小巷子里面很多很好吃的小吃哦。而且这条街整个看起来有一种昭和的风味，然后我们还有吃过像是人形饼、金板子蛮有名的店家，外表相当酥脆，一口咬下去有一种混着寿喜烧的马铃薯泥充斥在口中的味道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水天宫跟人形饼逛完之后，下一站去哪里呢？接下来前往三月前。那我们来到历史区域景点最重要的日本桥，它新建于1603年，算是日本道路的起点。另外这边也有历史最悠久第一家日本的百货三月百货。三月前这边啊，就是很有名的地方叫 Koreido， 那这边整个区域有重整过，所以其实看起来蛮漂亮，然后很适合散步哦。这边有一家很好吃的炸地瓜条，叫做玉屋金次郎，来吃吃看吧。你看这个形状很不错哦，而且它外表就裹了一层糖衣。哇，它这个真的超好吃，它那个糖衣的甜度真的是刚刚好，然后里面那个淀粉能化在你口中，就觉得很爽。在日本桥啊，开业快90年的 Thai Make 的汤婆婆蛋包饭很好吃，很推荐。我们现在走完三月前跟日本桥这一带，要慢慢走去神田。我们现在要去 Mitsui Garden 里面喝个咖啡，休息一下啦。赚到了，今天竟然还有现场钢琴演奏。喝完饮料茶之后，我们再继续往前走。
那么进到秋叶原这个展示天堂的第一站，我们要在哪里呢？在万世桥的旁边有一个怪奇贩卖机的区域。有多怪呢？其实就是我也不知道会卖什么东西。好，就开给大家看吧。Pocky 的东西，所以大家可以来这个贩卖机看一看，但是也不一定要买，尽量不要买。对，没什么东西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到旧万世桥附近，要带大家去看一下东桥的一个小小的私房景点哦。不想排队的朋友们，这边有一家很私房的 Blue Bottle。从入口进去之后呢，会穿过一个短短的、很有复古风情的阶梯通道，爬到底就是超近距离看火车的平台啦。我们爬上来这个平台啊，可以看到火车经过，而且在那边还有一家咖啡店，你可以坐着欣赏火车哦。所以从历史区来到秋叶原，就是一个阿宅的天堂啦。没错，这边啊，动漫相关的商品，然后还有包含电器等等的阿宅喜欢的都一应俱全啦。我们现在一路要从秋叶原走到哪里呢？我们现在要前往上野。从秋叶原走了20分钟，来到药妆跟购物的天堂上野。上野这个地方很多药妆店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阿美的丁。短短一条街聚集了超过10家的药妆店。另外这边也有不少的百货公司，所以在这边购物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。上野这边有蛮多道地的居酒屋跟餐厅，另外我们也推荐2家餐厅，一个是上野樱木的菜奴花。本店的特色是使用佐渡的无农药蔬菜，以及尾鱼和白身鱼的茶泡饭。然后还有 Crown Ace， Crown Ace 则是以便宜又好吃的咖喱闻名，这道炸鸡咖喱只要500日元哦。以上就是文青历史阿宅购物一次满足的半日游咯。我是鲍勃，我是韦恩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